父亲，我们大海没有公主，现在也不必。对于当前大海的一些形势，我们将根据下定决心封上三五天啊，封上一周不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上海，我们这个城市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，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在全国社会经济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。我想我们全部的上海市应该有这样的啊大局观。这个道理吗？进去，你听到讲啊，听到你讲，这个事情就要这样。
定时都已经报过，电话打过无数次。谢谢你。对不起，李老师，我无能为力。哎，真是。